三十几的一周片。我们叫一个人家。哦，我阁是讲无是爱按个别啦，是吧？是啦。妈妈看唔捌饲着啦。安尼哦，我明仔载叫来啊。哦，好小。呵呵呵。你来干嘛？我看一下别人的。跟小姐姐有。你来跟他合照。靠近一点。他那个牌子在那边啊。嘿嘿嘿嘿嘿。啊，等一下哦，你要哭得很，你再进来才可以。九床捏捏嘴，让你帮我们拍。等一下啦，他会捏捏嘴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讲，算了，要被吵到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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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有没有拍到我们的地方？有，这个，这两个都很那个也很香。谢谢。在老鹰乡的镇的都是没吃上，没吃上。一零二的呗。他像那男生就是。我想问一下那个，他十四号，你有没写到他十四号的那个？好。还有桌子。妹妹平时很喜欢。你看那个。就是像那个，哎，就是他，哎，一样子28，那他自己那个自己吸的那个量大了增加，还是一样都15？一样。好，谢谢。开。露营。切。小爱，起床，起床！小葵，小葵，耶！好。他这样看耳垂好清楚。爸最爱的耳垂。他怎么会换那个？这个是我们自己的，他怎么会换那个男生？你要不要看？那我去外面买就好了嘛。啊，如果。不叫你的。你要开课，就要开课，上课然后写。对，就这样，回家就这样。气儿。没有，是因为他上不完了。没有，我都觉得小孩开心。关起来。手手不要放嘴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
你不用到那个什么，是吧？用这个是别的。亮大那个，直接整箱整箱的。你一个想法也一样啊，你可以用电的。你找厂商直接订，而且你那个可以直接把你送到家。请我同事生的时候，我跟他讲啊，他直接打电话。二六的厂商是厂商。嗯，你不知道，你可以打电话去找他。像他是在台北，他小孩在花莲，他在，他直接订，然后打电话就是送到他的厂，你都不用到，是吗？很方便。他如果发胀，他温度几度？问下去。你有在听过，应该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真的、哦。现在穿这么多、啊。我刚刚叫朋友，叫朋友去弄。可以叫朋友，比较不方便。可是我可以直接打电话跟他订，很好。那龙王现在弄寿司咸了。他如果不洗奶嘴，就不要让他洗。对啊，还有，那服务怎么样？对啊，因为以后要生奶嘴，哦，很难。